五月下旬就开始有蟀啊，啊，佮上好食就七月上旬，迄阵上好食。毕竟无像即款个，就爱包即落乌龙啊，即落狗龙啊啦，即落会使讲那是即个爱文狗皮出来个啦，较属于即个爱文。阿公都安尼进到八十二岁啊啦。啊！我阵就，迄阵伫种山啊，我若六十岁，我就要退休啊，六十岁就要退休啊。啊，到今仔日已经八十二岁啊，我那嘛无想要停困，我怎嘛无想要停困？我所以，我种这山，我感觉讲那像一个，不是咱的名物啦，只不过是讲大家人的福气啦，大家人的福气。啊，拄啊有种这山安尼，我感觉真欢喜啦。迄爱文，咱遐有一个，较早有一个。啊，做刀郎啊，郑汉的先生有去认迄落爱文的种，啊，转来田刀郎啊，送遐发落了来种。比较民国五十一年五二八起来种，五十二年的正月二八暝哦，都会使讲咱南部有史以来是一大盛海啦。所以热带过这山啊，会使讲一百丛的这个母树哦。当时个出三四张啊！四冬后，遐当放无死个，遐无树已经开花结果啊！哦，我咱也捌看到，啊，我头顶个山啊，遮水啦！哦，啊，遮。即爿阿未食着咧，吼、哦，看即只水都足好个咧，它后底了真正比澎湖较水，所以我咧鼓励啊咧，我即个叫别人，我咧种个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家来种个咧，啊，所以大家就开始对咧种，啊，对咧种咧，真紧就甲即个稻粒啊，诶，即个布拢诶，山坡地咧，诶，山啊咧，都一直扩大，一直扩大，啊，所以迄阵就一直种，一直坐起来。啊，所以足侪人就讲，哦，啊，玉井有这种山啊，啊，就改玉井这个啊，这个地号名咧，啊，就改加一个讲，玉井就是芒果的故乡，啊，就底下开始一直发展起来。咱这个山啊，热带过去以后，会使个本来运输啦，啊，本来储藏，啊，趁现在哦，会使上顶的以外下品的哦，嘛是上侪人买，合一点啊，土价都无啦。做山啊干，吼、哦、啊！种个外省的人，种蒙古兵的切个，迄个切角个加工，哦，足济，种拢无退到土角去了。所以我足安慰的所在是，这山就讲出事就食迄个金针菇，吼、哦、金针菇吼。哦我做山啊，甲先，甲开始咧做，我甲算真正五十担。啊！迄阵我就想讲，我家己就会当生啊，也好啊。你买来生啊。啊，无迄阵会使讲玉井吼，佮拔到规撮花都无人会用，无人当捡啦。开始我捡大生的，我开始买红帕山，我上大生买啦。那咧生一定爱土山啊，一定爱正土山啊。啊，你土山啊有啊，酸就酸，但是口味好啊。加工的袂当用机械，你若卡做讲要烤山啊，也无当，嘛是用手工。啊，你要生嘛是得用手工。所以这要做这拢爱有一款的耐心啦，啊，无一款的耐心，我那无可能啦。但是咱若咧做是爱迄个品质做好，安尼相关的尔。即卖真流行的就是有迄青年果吼，啊，青年果即卖哦愈做吼。伊个品质愈好，啊，卫生也愈好，一直提升。听讲连国外人拢一直真欢迎咱个爱文个这种砍树个芒果干。即摆呐，鲜果开始咧出个时阵，包括毋是咱岛内尔，连日本市场个大陆市场、外围市场，呐拢有咧做迄种芒果冰无吼？芒果冰即摆足流行个，啊是冰沙哦，甲山啊鲜果遐吼，啊加落气味足好个。嘿啊，即摆呐足流行个，伫个市面上呐，呐真风行啦嘿。阿冠公客是拢最爱去迄个青果市场㖏。
玉山青果市场，因为就是芒果的这个卖场，就是拢伫个遐。哎，遐吼，以前芒果市场吼，就是讲遐那足济着啦。啊，遐那不止讲，就是讲玉山的人在卖，包括吼桂乡镇，因为即摆交通真发达吼。啊，阮普通滴讲讲做东西乡，哦，啊东西乡直接交流到看要去台南，要上北，要罗南，拢正通。啊，伫玉山，早下时也好，下晡时也好，拢有人伫遐买。啊，佮游览客第一对嘉兴去的，对漳门水库去的，倒转来拢一定在玉山休息，拢伫买水果。哦，那会当发展咱玉山，要以后要佫会较发展，佫会较好，会当讲芒果啦，吼，这个产业会当继续佫再经营，啊，佫再永续经营的话啦，吼。咱对芒果的品质啦吼，甲栽培管理啦、技术啦吼，相对的拢一定爱搁再提升。哦，玉山乡内底流行讲安尼产业结合观光啦吼，观光产业结合啦吼，这当然爱当吸引搁较济即个消费者入来，也是一挂观众入来，吼、哦，哎。来吃，会当去消费咱玉山的山啊，哦，啊，当然会当搁较好安尼，搁较发展。